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婚姻的致命伤到底在倒位啊？唔知讲遮侪项了，有多少人讲到你无？今天呢，要来讲婚姻的致命伤，其中有一项叫做敢若会投未检讨啦，足够投的啦，就是讲很会数落哦，这样够投讲啊，阮的某安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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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咯，未晓检讨家己，未晓检讨家己，哦，敢若看到别人做无够的所在。不用检讨讲我家己无够的所在，啊，这嘛是一个习惯。这个自细汉吼，咱养成的习惯，因为咱的环境、咱的文化，自细汉，咱就无啥会用检讨。因为你伫厝的爸爸妈妈真好骂你挑毛病嘛，去校老师真好骂学生嘛，出去外面上班头家真好骂新罗嘛。所以咱的整个文化，拢是真好鸡蛋里面挑骨头，拢真好骂人，啊，拢袂歹啦。但是对不？无人一百分的，拢九十分的。哦，啊，拢感觉讲，还阁无够，还阁足侪检讨的所在。咱的规个文化就是安尼，不断的吹毛求疵，吼、哦，咱的文化就是不断要求更加好、更加好、更加好、更加好安尼。所以大家压力拢真大嘛。所以咱变作讲，这种习惯带就到咱的婚姻，咱变作一道啦，一直惊毛病啦，但是袂检讨，咱袂去看到家己无好的所在。咱自古早爸母就是权威，爸母袂晓看讲我家己做了唔对的所在，干那拢会晓嫌囡仔做了无好。老师袂晓看讲，哎，囡仔心理是安怎？人说学生啊，啥有种反应？伊袂晓去想，伊袂晓去了解学生的心理。伊干那会晓去讲，我即马是老师，我都骂恁就好啊。伊袂晓检讨，头家也袂晓检讨，是毋是我家己带领的风格有问题？伊干那会晓讲，哎，我是发薪水的人啦，我负责骂人尔啦。我就负责讲，我讲安怎，恁拢照做就对啊。伊无去检讨讲，哎，我是毋是我这个策略有问题？是不是我领导的风格有问题？伊袂去检讨，所以咱活伫一个唔知检讨的文化内底。咱政治上是最明显的一个咧，政治上真少你看到政治人物讲我需要检讨我家己，唔是。政治人物家己讲那唔对，也拢用硬拗的啦，讲唔是唔是这个意思，啊，就安怎安怎安怎，就开始讲一大堆的借口，就是要讲我唔对，我拢无唔对就对啊。哦，咱国家的领袖过去这侪年来。即个政治人物，予咱看到，拢是这种习惯，当然都带动老百姓啊。无用中老百姓嘛学会样啊，我硬凹就对啦。反正我来找一个借口，无你是要安怎，对不？啊，无你咬我，对不？啊，无太平洋无看过，你跳落啊。哦，咱常常变作讲用这种态度，唔知检讨，即变作一个社会风气呢。大家拢未用检讨去啊。但是你来回想哦，早期的台湾敢是安尼？唔是，早期的台湾，咱其实。真会用检讨家己，因为咱较早读册叫做“吾日三省吾身”，咱只是反省家己，反省有三摆。所以咱古早文化其实是真够反省，但是就是因为咱对农业社会要为着要赚钱，紧要足钱吼，咱农业社会变作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佫变作商业的社会，商业的社会则变作投资的社会，变作大家脚步咧赶紧的时候，就是变作一个权威就走出来。啊、你照做就对啊！我无时间甲你讲遮济，我无想要听你讲遮。迄个无用的中间，就渐渐，将咱人原本需要时间、需要迄个气氛去检讨，全无去啊，失去啊。所以到今仔日来讲，咱发现讲规个社会变去啊。哦，最早期咱会用检讨迄种个文化无去啊。渐渐，就变成我拄仔所讲，拢是权威，爸母也权威，因为爸母无用嘛。好啦，你卖啰嗦啦，我教你安尼，就是安尼啦。爸母无用，因为爸母爱无用生活，因为爸母压力嘛真大，爸母都爱赚钱嘛。哦，即摆上去校，老师嘛是爱教足侪功课，老师压力嘛真大。啊，出来外面偷家想要赚钱，所以大家拢总伫遐咧胖，伫遐咧胖，变成规个社会失去遐个自我反省的这个能力，脚步伤过紧，啊，这毋是干那咱俩。全世界也拢总同款，这个恶质的文化已经传到全世界，啊嘛未当你讲啦，讲不定是人世界其他人传落来呢，咱唔知啦吼，就是讲，即马二十一世纪的是全人类一种共同的文化，就是唔知检讨家己，啊，这圣经早就讲啊，哦，讲在这个末世的时阵，咱的目睭拢干那看到别人唔对，煞未晓看家己，后来咱即马公等的婚姻也是同款这个现象，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种世界咧愈来愈变叛逆这个时代，婚姻团规个拢失败，因为婚姻是足需要检讨，一种个设计。婚姻这个设计就是讲，互咱人在结婚中间检讨讲啊，我有予伊受伤无？
我有何艰苦无？我有何伤心无？婚姻的设计是安尼呢，但是结果咱人唔是。一开始婚姻的开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开始，咱人就变做主出去啊。当上帝问亚当讲：“你开始亚当，迄个夏娃害我？”伊唔知影检讨呢，伊无讲我家己唔对，伊无检讨，伊个人斗尔啦。上帝迄种害我害啦，上帝问害我讲啊，你才会去害人。害我讲，迄唔是我一只蛇啦，你有看无？咱人类一开始，咱就是会晓斗，也未晓检讨。结果，迄、那个真无好的习惯，一直传到即阵来啦。啊，实在真可惜啦。哦，所以我唔忙讲，咱所有的朋友伫婚姻的中间，咱若要避免一个婚姻的悲剧。咱来学习，虽然整个社会风气这么歹啊，是不是咱对咱的家庭婚姻做起？哦，咱卖阁斗啊啦，讲上帝啊，拢嘛是伊害的啦，啊，拢嘛是安怎啦？真侪查甫人呢，真正家己人生无顺遂的时阵，会去想呢，我讲娶这个某娶了歹去，有当啊查甫人无咧想吼，因母安尼甲讲呢，我知影真侪这个 case 啊，吼、哦，妈妈甲囡仔讲啊。讲啊，无使我饲这个囝，饲到这大汉，都是娶一个某，把你害掉啦！你娶一个某，娶了歹去啦！哦，这无形中变作讲，恁囝拢无责任啦，都拢恁新妇的问题啦！哦，而且真无好的一种想法，因为无形中，和你的囝伊唔肯负责任。这个结果，这个囝嘛就你讲，七外面嘛讲讲嘛讲斗啊！我若今日娶另外一个某，我唔是安尼，我跟你讲，我都安怎？这拢在找借口嘛？好、哦，因为。咱人一定要解决问题，就是要先对家己检讨起，是我家己一定要做无够的所在。先检讨家己，再来检讨别人。我跟你讲一个秘诀啦吼。如果那一个人伊未晓检讨伊家己，啊，你甲检讨伊吼，迄也是无卡错。你知无？一个人呐，伊未晓反省，伊都无自我检讨的能力。结果你甲检讨讲，你哪会安尼？你甲骂，你甲责备，有效无？无效，他一概否认。因为都未晓检讨家己嘛，伊一个未晓检讨家己的人，你讲你做了唔对，伊未承认啦，伊未承认啦，伊会讲，吼、哦、你对我有偏见，吼、哦、吼、哦、你来针对我，你对我未爽，其实唔是嘛，但是因为这个人，伊就是无能力检讨家己，所以这个世间足悲哀的代志，就是当咱教育一个人，教育较这大汉，册读成册，竟然无能力检讨伊家己，这个是自卑感。伊唔敢承认伊有软弱，伊唔敢承认讲这是我唔对，伊就是讲找一个替死鬼讲拢伊害的，啊都倒去啊。婚姻也常常出现这个悲剧，足侪查某人一生坎坷了，伊讲我就是嫁了唔对翁，我嫁迄个翁害着我一生，伊安尼讲无当紧哦，佮将这个观念讲互因囝听啦，所以后这个囝咧甲我讲啦，啊，阮老母囝也变安尼哦，真正拢阮老爸害的啦。啊，这就是啦，这就是这个囡仔自细汉，老母咧抱的时阵，会讲话的时阵，就甲讲啊，哦，自怀中老母就甲洗脑啊，你都大汉咯，我老母大汉就靠你啊，啊，靠恁爸无路用啦，靠恁爸无救啦，都靠你啊，乖囝哦，乖囝哦，啊，该着赚大钱嘿，妈妈靠你啊咯，哎，你知无？迄囡仔未晓讲话的时阵哦，要未晓讲话，耳孔咧听就听伊老母咧甲魔音传脑，哦，讲伊老爸外憨蛮，老爸外嗨外嗨。即个即摆囡仔大人了，伊无形中已经完全接受这种观念啊，所以大了也甲因爸抢。母啊，今仔日会安尼，但是拢厉害，你无负责任，你安怎？啊，你讲事实就是安尼，你会记哩？一个家庭内面唔是咧讲事实，家庭唔是法官法院，你讲的可能是事实，但是你对这个家庭敢有带来祝福？无，完全无。一个囝变作法官，伫判人。都会唔对，甚至讲变作警察去执行，去拍因爸，这个家庭敢会快乐？未快乐。这个婚姻敢会好？这个婚姻未好。这个婚姻是安怎未好？因为这个老母家己造成的，因为这个老母犯一个足大的错误，伊真敖斗，伊未晓检讨家己，伊未晓去替人想，伊甲因囝斗斗讲因老爸安怎？这个囡仔读书时阵，这个老母特别来甲因爸冲突，伊唔去甲伊解决，伊抓来囝家。就讲啊，我都压到你阿老目屎，尤其找个人目屎，这点真正这个武器太厉害了。哦，那找个人傲妈不傲，傲妈的人哦，那个辣椒看起来很辣，其实不辣啊。真正厉害什么？唔讲话，甲囝面头前
目屎两滴拄拄好，莫滴伤济哦，滴伤济就歹看去啊。两滴安尼，吼、哦、啊真油啊安尼，吼、哦、那较早穿迄长腰的衫吼，安尼安尼擦擦的，阿叔安尼就好，吼、哦，若果哮出声去吼，啊哮出声去，就最准就杀去啦吼，安尼，这个镜头问啊，妈妈你是安怎？无啦，卖讲啊啦，卖讲啊啦，反正你也毋是毋知啊啦，哦，我、哦、这好厉害啊！这拢唔免讲答案吼，叫来家己对号入座的啦。这有够厉害，这种人，伊伤害到是家己的婚姻。所以亲爱朋友，爱给你，咱莫干会用斗，煞未用检讨。咱讲检讨讲我用的方式，敢是健康的方式？我用的方式，敢是一个正面会带来福气，和这个代志有正面发展的方式，还是我用的方式，其实到最后？是两败俱伤，我用的方式是伤害所有的人，连子连这些亲情拢总伤害落去啊！因为你用的方式，就是代志做较绝，拢无搁再回头的机会，这种方式，所以这是真无好的一个习惯。但是真正原谅我要讲，我知真济真济，咱这些作者、这些阿嬷啦吼，这些长辈，咱过去咱用这种错误的方式，咱在面对咱的婚姻，因为咱都是斗，咱都是讲斗。有当啊，朋友斗，当啊，长辈咱也甲斗，啊，就是讲咱这婚姻安怎安怎安怎。但是种无想到讲，这个婚姻，无论是我家己敬的，因为咱的长辈啦吼，足侪人是奉敬的嘛，奉做媒的人，还是爸母都转婚姻的决定落去。不管是安怎，咱咧做一个负责任的人，都既然配合你，你就是爱接受。上天让你生做这个面，你就是爱接受。上天给你配这个翁，你也是就是爱接受。除非这个翁会伤害你，会怕你，哦。咱真爱保护咱家己，若到这种程度爱处理，伊若无，咱就是爱负起咱的责任。哦，咱袂当干那会样斗尔，迄无较做。当然，我即摆咧讲，唔忙，你莫听甲袂输，干那我爱骂人，唔是这个意思。我即摆是就事论事，只不过我会当了解，过去咱这些妇女，咱内面迄个情绪，咱先来斗，咱内面这个情绪吼，无一个好的听众，无一个好的方式去发泄出来。所以咱只有讲对咱身躯边人一直斗，一直斗，一直斗。但这个愈斗其实是愈歹。哦，咱其实应该是要找一个较正面的一个方式。哦，当然咱即马讲有心理辅导，以前无。所以我咧即马讲啥，唔是咧骂人骂啊，无甲做，拢过去啊。哦，迄拢过去啊。我只是要强调讲，其实咱唔通想讲我就是一个上歹命的人。唔能够即马想象那个，要买那个上帝斗斗讲我外歹命，佮外歹命，唔通安尼啦。咱唔通斗啦，咱就担起咱的责任来啦。哦，咱就是要来承担啦，承担咱的这个生命中间所有这些遭遇啦。我想你若有这个承担的时阵，哦，你的生命会有一个足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唔通跟他斗尔，跟他会样斗拢未样检讨吼，那实在是真无好啦。好、哦，还休困一下，等下了继续来讲。欢迎回来老三的这帮吼，来咱今仔日这个人生金融圣经安怎讲咧？讲为什么你敢那看到你的兄弟，看到别人的目睭有一支刺，啊，你来永远拢看袂到家己的目睭有一支叉咧？啊，就袂用照镜嘛。啊，圣经嘛讲照镜，讲另外一句呢，讲吼，咱人啦唔肯改变家己哦，都敢那真有照镜，哇，那遮歹啊，照了咧，歪头看，啊，无看卖眼不见为净，啊，无看无准度神，啊，无看了无准灾。这个鸵鸟心态嘛，吼、哦，上就是鸵鸟心态，一将伊个头戴咧甩来，对，讲啊，无看无看无看，安全安全，伊尻川遮大坑，遮大遮大个伫外口，伊都唔知，对，所以咱人爱承认，讲咱的人性都是真够推卸责任，咱的人性都是真爱去怪别人，咱的人性都是真爱斗斗这个斗迄个，争取别人对咱的同情，咱的人性都真爱讲八卦。八卦就是我出卖情报，你敢知啥物人安怎安怎，啥物人安怎安怎？咱用安尼四界去讲话，四界去讲话，争取别人就你讲，哦，你真厉害，哦，你啥物拢知，哦，你交友广阔，哦，你乌白两道拢吃，啊，哦，互人敢那对咱要刮目相看安尼。其实这到最后是互人看咱无气之意啊。当别人发现讲啊，你这个人是一个足是非的人，是搞你的规个这个自我形象、哦，信用规个都破产去啊。
所以咱的人性你也要克服。人活在这个世界，一定要赢过人性。人性是爱吃扁担做，啊，你若照安尼都死。哦，啊，人性是贪心，啊，你若去遐克服，啊，你就惨啊。哦，人性是爱享受，人性就是爱享受，无爱辛苦，无爱付出。人性就是不劳而获。哦，上好拢免钱，干那他妈单修行。人性是上好把人将好的物件送到咱面头前。啊，人生就是讲，想我一生拢真顺利，我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真成功，拢无困难，这就是人生。你呐，拢总做啥物代志，拢照你的人生去做，你的人生就是啥，规个拢乱七八糟去啊。所以咱真要紧，做人伫世间，你要克服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真够倒，你的人生是真够坎坷，你的人生是真够找借口，你的人生是足无爱检讨家己，因为咱人。最不爱承认就是我唔对，所以要叫一个政治人物承认讲啊，伊唔对，这有够困难，伊甘愿去死啊！我承认伊唔对。咱一个查甫人，你叫承认伊唔对，伊也是真爱民主，我不爱承认我唔对。一个地位愈高的人，董事长、吼、哦、校长、什么什么长、家长，你要叫伊去承认讲伊唔对，这对伊来讲是何等困难的代志咧？这就是人性。但是咱必须爱讲，就是讲。咱袂用一个人，一世人的中间，拢做什么代志，拢只有照咱的人性去做。所以今日节目中，咱提到讲，婚姻就是人性的试炼所。你的人性在婚姻的中间，你若无来改变，无来突破，无来赢过，你当然无法度有一个好的婚姻。因为婚姻是两个人，唔是你一个人。那干那你一个人，你的人性发挥可能都要衰掉，别人无要紧。但因为婚姻是两个人。两个拢非常自私的人，硬要斗阵，所以这人性足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嘛，讲什么是爱？其中一个就是讲无求家己的利益嘛。好、啊，从人性里面迄种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你伫婚姻的中间，你爱磨掉啊，所以变成讲爱检讨、爱反省，爱知影讲我家己嘛有足侪做无够的所在，我某自己干唔敢那咧斗，敢那个看到讲伊做无好的所在。我们自己不能看到别人不对的所在，我必须要看到我自己做了不够的所在。所以当一个人他会知道自己做了不好，他就谦卑嘛。他如果谦卑就不敢足悬的这个姿态嘛。所以跟这样的人斗阵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说啊，跟他斗阵如沐春风，跟他做伙呢真好势。因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会随便将责任都推给别人，所以这是人格。所以咱这个系列中间，我一再强调，婚姻不是一种技巧，婚姻不是一种观念，婚姻是一种品格、人格。你若无这种人格，无这种实力，无这种个性，你入去婚姻内面，温死无活。哦，你若照你原本的种人性，照你原本的个性，入到婚姻的内面，婚姻绝对保证让你原形毕露，绝对给你打回原形啦，然后绝对让你失败。三字拖连做拖拖拖啊！你买了硬的，你等于吃家己啦！哈、哦，一般咧，即卖已经无叫做等于吃家己啊！即卖咧流行叫做哭着回去找妈妈啦，就变作是安尼去啊！哦，就是讲你那是袂当改变你家己，你敢那想讲我娶一个某我就会幸福，我嫁一个翁我就会幸福，啊是讲我娶一个某，吼、哦、你爱做啥改，你若改哦，咱真正咱的中间啥物问题拢无啊！你那是这种想法，固执的想法。你的婚姻永远都无改，婚姻没有出路，一定就是态度要改变。好，婚姻有困难是正常，每一个人的婚姻拢是有困难，每一段婚姻拢有辛苦的所在，拢有需要克服的部分。但是最主要就是讲你的态度，你也愿意来突破，你也愿意来改变。如果你的态度就是讲迄拢种伊的问题，哦，伊就是要去上课，伊就是要接受心理辅导，伊就是要人去甲指导。好、啊，伊就是安怎？伊来改变的时阵，其实阮兜拢无问题。听了这话，咱就知影讲啊，去了了去啊。听了种话，种立场的宣告，咱就知影讲这个婚姻就足歹救啊。因为你就是已经门关起来嘛，我门关起来，婚姻这个门我关起来嘛。啊，婚姻是两个人的代志啊。你关门，人要哪甲你撬啦？都撬不起来嘛，对不？啊，只有用足激烈的方式，因为门关起来，啊，门关起来之后，人叫怪兽来甲你挖看麦啊，啊，人叫开锁甲你开看麦啊。人就用较激烈的方式啊，
较早用声门用一支即个大条啊，那弄看会开也袂啊，无多。啊，其实有这么困难吗？你的心门拍开，咱来自我检讨、自我反省。咱来一句讲，我想我应该嘛有做无够的所在。哦，你若讲都是我的错啦，对不起啦，唔免安尼啦。哦，免咱做个遮无面子啦，遮无尊严啦。但是你至少会当讲，我想我也是有需要改进的所在，我也是有做了无啥好的所在。诶，让别人听起来加足舒适的，别人听起来加足会当接受的啦。好、哦，所以我唔忙。咱是不是哈、哦？所有朋友哈、哦，真正咱来会记你，自我检讨，自我来反省。好、哦，实在讲，婚姻这条路，就是一个人修炼性命的路。婚姻不是一条要来享受的路，啊，享受别人的福塞，唔爱来福塞你，爱唔够衰，对不？婚姻是一个互相的祝福，安尼就是爱牺牲家己啦。好、哦，这部时间到这，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谢谢。欢迎收看老三念歌词。天韵诗班是咱台湾的圣公教会音乐界内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因展开了福音诗歌的创作之路，早期的时阵，虽然圣诗一本内底几落百条，传统诗歌几落百条，你卖讲咱的一本诗歌，咱过去捌介绍的这些作者，有的人吼，迄作者一个人就甲你写一两百条，迄有的一个人甲你写千几条，咱即卖歌本总啊强啊，收一个三四百条，无过分啦。但是呢？虽然歌是三四百条吼，你会感觉唱起来吼，拢差不多，差不多。差伫底呢？差伫个即个音乐性。传统的诗歌呢，拢是一二三四吼 ，one two three four， 拢是安尼叫做中规中矩啦。伊咧唱歌的时阵哦，拢唱伫即个拍子吼，一个正点的所在。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第四拍。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拢唱一样，所以你会感觉讲四五百条唱出来，唱到尾后拢差不多。吼、哦，天文诗班因的创作内面有足济歌拢好听，但是今仔这条歌都是一个让你听过了印象真深刻。因为这首歌属于可爱路线，足古锥的啦，叫做是爱，是爱。歌词也好，旋律也赞，是安怎甲传统诗歌无共？听落就知道。